欢迎您来到我们新街口剧场啊，观看我们德云社的相声大会。哎呀，就是主持人这个角色啊，我们第一个节目呢就要为您奉献到舞台上了。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演员，非常帅气，声音非常好听。用热烈的掌声有请王皓月。我就是王皓月，太尴尬了。这朋友说怎么你们怎么连个主持人都没有啊？这个主持人有事儿，主持人呢是一个小女孩和琪琪，德云华服啊制作的那个这裁缝小女孩，她呢去世了，去别的市啊给人量大褂去了，所以这些日子我们这儿没有主持人啊，都是演员自己呢自欺欺人啊。第一个节目呢是我说，这个有的朋友可能认识我啊。刚才特别尴尬的一幕啊，我在这儿门口啊，我推着门，我说看看今天下午场到底来了多少朋友，看见一个观众啊，就是那位，我一推门，他也推门，哎呦，吓我一大跳啊。哎，下午场啊来了很多的朋友啊，尤其是我感觉到最热情的呢就是我眼前的这位朋友。隐形人啊！你看他们给他吃的，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可确实是下午场啊，有很多朋友都在工作啊，都在上班。我也没想到今天下午场啊，还能来这么多的朋友啊，可见是大家都没有工作呀。我们也没有工作啊。我们的工作就是陪您啊，开怀大笑啊。这个第一个节目是我说，我这个不好说，为什么呢？观众心呀还没有静下来。二一个说是单口相声，单口相声也不好说啊，不像俩人呀、啊，旁边站着一个李浩洋，我还能拿他开玩笑。现在我只能拿自己开玩笑了。平时拿李浩洋开玩笑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。现在只能说是什么呢？我是梁的爸爸。自己开怀大笑啊！这个很多朋友都是第一次来德云社啊。这个第一次来这儿的朋友，来点掌声反馈一下好吗？哦，你们还第一次呢、啊！哎呀，来的场比我都勤呢、啊。太幽默了啊！把话筒调近一点啊，离这桌朋友近一点。这个说相声就是开怀大笑，语言的艺术嘛。我喜欢跟您聊天啊，这个时间呢还有的是。这样吧，有什么小问题呢？咱们不敢说是单口相声啊，有什么小问题呀、啊？咱们可以在舞台之上啊交流交流。您想听听我们后台什么实事啊？想听我们报个什么料啊？啊，可以踊跃的发言啊！有没有问的？我怎么啊？好的，这位大哥说了，说我怎么这么白了最近？这是一个问题啊！这是为什么长得越来越黑了呢？因为什么呢？我们演员呀。这个每天都演出，尤其是今天啊，王皓月现在说一段相声，一会儿在第四场还要说相声，今天还要主持，感觉今天像个王皓月的分场一样啊。为什么这么黑呢？因为是灯光晒的。我猜你这个回答非常满意，是不是？反正我是非常满意啊。好，还有什么问题？怀柔好玩吗？我没去过呢啊，我没有红大褂啊。哦，王者荣耀的快板儿，那不是我唱的。
那个昨天在微博故事里发了一段叫《王者荣耀》的快板啊，非常幽默。小肖的手机七寸屏啊，能工巧匠把它给造成的。虽然说手机不算大呀，这是写了一个小快板，还没背下来呢。背下来，明天就给大家演。这个还有什么问题可以交流交流？因为我实在不知道自己想说点什么。管饭吗？啊，什么？管饭吗？管饭吗？您走错了，我们这是德云社，不是包仔皇啊。包仔皇在旁边呢啊，管饭吗？啊，我们都没有饭吃啊。太幽默了啊，喜欢跟朋友们开个小玩笑，这是台上台下来个小互动，是不是啊？因为现在观众水平呢都越来越高了，提出问题呢都比较有格调啊。我们确实啊，一年演出好几千场啊，上百场，我就发现了今天的观众啊格外的热情，今天的观众是全天下最热情的观众啊。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是后边服务员也给我鼓掌了。太幽默了你们啊。这个说相声啊，我也是从小学一直也没学好，还在和老师继续学。我的老师是谁呢？是我的恩师，最后一个出场的德云社总裁高峰先生，那是我的恩师啊。你看很多演员都是郭德纲老师的徒弟，我们是高峰老师的徒弟啊。所以说徒弟这门户不一样啊，但是演出过认真负责卖力气，这是必须的。尤其是今天来了这么多好朋友，就得认真负责，如果是再不认真的就算是诈骗了啊。有的朋友说你是在诈骗呢，不是啊，是认真负责啊。这个说点什么呢？还有想听什么的故事的？来个五环之歌啊。虽然我这个名字里边有一个月，但是我不是那大屁股那月啊。五环之歌啊，这是岳云鹏老师的代表作啊，还不太敢唱啊，因为唱完就坐死我了就。五环之歌，您看人唱完了火了，这个是岳云鹏老师的代表作啊。郭老师也有很多代表作，有很多自己改的小曲小调啊，很多京剧都是郭德纲先生改的。为什么呢？人家郭老师有学问，平时郭老师最大的爱好就是看书，人家有一个大书房，比这个舞台还要大的一个大书房呢。啊，可惜我还没有去过，我也是看人发的微博啊。我们演员不是每个人都能进郭老师的家门啊，都得看这个表现。郭老师家里大书房有很多书，人郭老师有学问，喜欢写书法字啊，每天在这个家里边练书法。德云社人自己写，德云社新街口剧场，德云社新街口剧场的观众很热情。哎呦，郭老师喜欢写字啊，写点什么娱乐明星的名字，徐峥、陶虹，这是两口子；任静、傅笛生，这是两口子；郭德纲、苍井空，这是郭老师梦想。哈哈，郭老师喜欢写字啊，走到哪儿写到哪儿。这不是前些日子去了趟保定吗？去那儿商演。什么叫商演呢？就是到剧场以外啊，那种大剧场啊，就是挣大钱去了。人家上那儿啊，大型的商演演完出之后啊，肚子里边非常的饿啊，哎，找了一个驴肉火烧店，让一个这个老板给认出来了。老板一看郭德纲先生，非常的开心啊，郭德纲了。理解错了啊，这是郭老师蹲着呢。郭老师您快起立呀、啊、您快起立啊，您来到我们小店呢，我们这里蓬荜生辉，听说您这书法字写得特别好，能不能给我们这个鱼肉火烧店呀提幅字呢？郭老师这人非常的和蔼啊，非常的客气啊，没问题呀、啊。啊，你说写个什么字，写个残垣广进没有意思，
写一个招财进宝太俗了啊！你这是什么店呀？啊，什么店呀？老板说了，我们这是驴肉火烧店。那太好了，我写一个和驴肉有关系的吧。郭老师刷刷点点写了几个大字，再加上自己的签名，这么一看非常有意思。天下第一驴郭德纲。老板非常的开心。哎呀，郭老师还有这个小名字啊。郭老师喜欢写书法，这是您的爱好。我们年轻演员要不断的努力和学习。他那个搭档呢也有爱好啊，相声皇后于谦老师有三大爱好，我们都得意。哎，顿时感觉不孤单了啊，这是一个群伙相声啊。人家喜欢这些，最喜欢的就是喝酒啊。于老师喝酒啊，喝的特别多，比我们都能喝啊。本人这个喝点小酒啊，喝个二两啤酒我就猝死了。人于谦老师能喝二斤啤酒啊，那也不多啊，二斤白酒跟玩似的，喝完之后在酒店门口啊耍酒疯儿。那天把我乐得鼻涕泡都出来了。那天在酒店门口啊喝多了，借酒啊装疯，这会儿过来一个疯子抡圆了给他一个嘴巴，啪，我敢惹你。再听于谦，问谁敢惹咱俩。喝的实在是太多了啊，所以说呢酒要少吃，是要多知，还得不断的提高自己的知识啊，因为现在各种水平呢都提高了啊，都不好骗了啊，都看书啊。于谦老师确实啊，人家也有一个自己的马场，叫天上人天津地华储物乐园啊，就在这个大兴啊礼贤这一带，有60多亩地啊，一个大马场，里边有什么动物呢啊？有马，跟废话一样，有马，有小动物，有小驴儿、小骡子、小马，反正都有啊。那天呢于老师邀请我们几个人呀、啊、到这马场要看一看，要转一转，欣赏欣赏那个小马啊、大马啊，各种各样的马啊。让我们都谁去了呢啊？有我，有那个，还有一位啊，就是那个王善勇，我们来新人王善勇，脑袋长得跟那个暖瓶塞儿似的。王善勇，还有一位是岳云鹏，大屁股脸。我们三个一块去的马场，于老师啊一看我们来非常开心啊，叼着烟。啊，我们一起学猫叫一起。啊，你们都来了啊，都来了是来了，但是呢不能让你们白来。一会儿呢我骑着我这个马呀，我得跑一圈，你们呢根据我这个马为题呀、啊、哎，给这马呢做一首诗，看看你们的学问啊，这考验考验我们的词汇量。于老师骑起来马呀就跑了一圈，在这马场里边，马场非常大气，郭德纲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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于谦就骑了一大圈啊。骑完之后呢，来来来，你们谁先给这个马为题啊做一首诗啊。我这人啊比较着急啊，性子比较急啊，嗯，我说我先来吧，大爷，你们按照辈分呢管叫大爷啊，比我师父岁数大，而且就是您的拜师比我师父岁数大爷啊。我说大爷我先做诗吧啊，您骑这马呀，我这个诗性啊我马上就踊跃出来了啊，要不让我先做呢，一会儿我该吐了，你知道吗？先做首诗啊，大爷您看我最近幽默不幽默啊。哎，您听我这诗句，我马上就来了，说这个大爷上马身，碗内扔银针，马跑800里，银针还未沉。这说的是什么意思呢？形容这马呀跑得太快了，马跑了800里，这银针还没沉到这碗底，形容这马太好太快了。于谦老师听完这个非常开心，也非常高兴啊，这马也非常开心啊，马上走啊，洗一圈去吧。于老师骑着马咯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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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骑了一圈，骑回来第二个是该谁了呢？那王善勇，我们这个新人啊，新来到我们单位。
那大门快点，但内内部的那个叛徒啊，太冲我们这儿王山有啊！我也来一个啊！我也来一个，说话这嗓音就是这样啊！我也说一个吧，说这个大爷上安桥，烈火烧鹅毛，马跑八百里，鹅毛还未焦。您都知道那鹅毛啊，鹅毛就是大鹅，大鹅那毛，大鹅身上的毛，大鹅。大鹅身上那毛一点呼就着了啊！但是呢，人家这马跑得快，跑了一圈，鹅毛还没烧焦，形容这马跑得快。于老师，哎呀，又开心了，马比他还开心。走吧，走吧，接着马回郭德纲，郭德纲，郭德纲，又跑了一圈，最后回来该谁做诗了呢？就是那岳飞曹丕啊，长得也非常幽默，说话也是那老跟震动似的。大爷说：“哎，岳鹏该你做了。”岳鹏跟那，哎呀，使劲啊，在那儿憋诗啊，诗没憋出来，屎憋出来，憋诗啊。他这个一使劲呀、啊，怎么样呢？旁边有这谁呢？于老师的爱人，我们管他叫大娘啊。一看这个表情，扑哧一乐，大娘这么一乐呀，噗放了一个屁啊，这属于文言文了。用大白话来说叫出了个虚空啊，文言文像放屁。一看这放屁，岳云鹏的灵感马上就来了啊，诗句马上就说出来了，把我逗得哈哈大笑啊。他是这么说的：我大爷上坐骑，大娘放了个屁，马跑八百里，肛门还没闭。节目啊，这么欢。